看看新闻网。电视新闻，虽然这儿的空气不怎么好闻，人们都要带着防具出门，都说没办法，再贵也得买几个，生活又加进了不和谐的颜色，天空你怎么就不见蓝呢？有些事情咱自己都没做好，能赖谁呢？想想自己平时都做了一些什么，有意无意有没有乱丢垃圾，没必要每次出门都开车，真的还得找地儿停，不是吗？你说国家大事咱每天都关心着，这事身边的环保也抓一抓嘛，什么是精神文明建设？精神呀能懂不啦？这个嘛，生活要一天比一天好，境界嘛要一天比一天高，同志们那刚好对不啦？你要抓紧时间改变自己，身边的每地球也是全